今天天气真好吼，哎，我们来揢一张啊，这，哎，好，这边啊快要崩掉了哈，所以我们把它拉回去哈，啊，我来，它的根在里面，你看有没有？它的根已经裸露到外面了啊。这个在这里的话哈，它可能在一次大雨的话哈，会整个崩掉了哈，所以我们把它拿回去哈，啊，用它的根来泡药酒啊，泡药酒，它有麻醉止痛的作用啊。这个根皮，你看它的根皮哈，跟三白皮一样，那个纤维很粗了哈，所以那个韧性很好哦。你看，啊，好，以前就是听说小偷哈，啊，他会把这个根哈，这个皮拿起来哈，你看啊哈，好，好，好，就这样拿起来哈，哎，啊，就把它绑在腰上哈，就这样把它绑着。啊，有没有啊？这样绑的，啊，他这物件啊，所以叫做，查拉扣短哈，所以他被人家打伤以后哈，就剪一段了哈，就这样呢，一截哈，他在水里面摇一摇的话哈，它有麻醉止痛的作用啊，还有活血祛瘀的作用啊，你看，你先咬一些，咬一下了，它会麻了，啊。你咬一点哈，就把它含着，等一下才会麻。现在不会感觉麻，没有味道哈。有没有味道？哎，没有什么苦味了啊。好，给阿姐抽干不？啊，不喝啊，拿回来了。